眼看周围并没有其他人，男人一把夺过拉希怀里的变异蜘蛛，接着头也不回地离开了森林。就在拉希危在旦夕的时候，一个蜘蛛怪立马从树上窜了下来，来到了拉希的身边。接着他抱起地上昏迷的女人，迅速穿梭在树林当中，最后蜘蛛怪把他带回了老巢。原来他们是想利用拉希繁衍后代。接着在拉希惊恐的目光中，蜘蛛怪把小蜘蛛放了上去，很快拉希就怀上了怪胎，肚子也膨胀到了诡异的程度。不到九分钟的时间，拉希就肚子剧痛想要分娩，然而他生出来的孩子却让所有人都毛骨悚然。